欢迎进入皇城相府。此次文化之旅，您需要完成三项任务，获得探索皇城相府新地图徽章。任务一，寻找陈氏家族文化根基。这里被誉为中国清代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，又名武亭山村，是清朝一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。从政53载，改币制，整贪污，改吏治，编字典。如此传奇的人物，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想去拜见一下了。木有本，水有源，陈家代代耕读传家，其影响非常的深远。这里是陈氏子弟读书的地方。陈家有16字家训。让砖置简，勤信谨孝，礼仁良温，永兼宽仁。陈氏家训的奥义已传授于你，看天色还早，不如去享受一下回归山水田野间的惬意吧。这里既能养生，还能养神呢。走。任务二，体验古堡生活，完成五村康养打卡：皇城村文化康养，大桥村禅意康养，郭峪村生活康养，史山村森林康养，沟底村休闲康养。任务三，开启夜游模式，感受古堡的入夜狂欢。烟红烟绿，桃红烟花，跟着我，跟着。这儿竟然是不夜城，晚上好漂亮啊！前面有表演，去看一看吧。前面有表演啊！好，我去看看。最近我们这里有电子音乐节，现在正好刚开始，就在那儿。皇城相府全新地图探索完毕，是否领取徽章？现在有种灵魂被洗礼，浑身通透的感觉，而我能够有如此完整的体验，是因为晋城市正在加速发展文旅康养产业，叫响东方古堡、人间晋城、云锦太行、诗画晋城的文旅品牌。